远不要抛弃穷人的性命。天主，求你速来处理你的案件，千万不要忘了那寻觅你者的呼声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我们还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的前面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听到的是大部分是先知的警告提醒，所以先知的态度比较严肃，比较严格。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提醒，我们要早一点开始悔改，听天主的话。各位教友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道礼。基督，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，求你垂怜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来召唤罪人，求你垂怜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，求你垂怜，求你垂怜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能称你为父，深感荣幸。求你在我们心中培育你义子的精神，以承受你所预许的天堂产业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。上主对我说话，他说：以色列境内流行的一句俗语有什么意思？他们说：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。上主说：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以色列境内绝不能再容许这句俗语流行了。每人的生命都属于我，祖先的生命与子孙的生命也都属于我。谁犯罪，谁就该死。一个正直的人必实行公道正义。他不上山吃祭物，不看以色列人的偶像，不侮辱别人的妻子，不接近旌旗中的妇女，不欺压任何人，把抵押还给债户。他不抢劫，拿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拿衣服给赤裸的人穿，不放重利，不取利息，远避邪恶，公正地处理争端，遵行我的法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行事忠信，这样的人才是正义的，必得生存。上主天主说：假定这个人有一个儿子，残暴嗜杀，只做这类的事，放高利贷，收取利息，这样的人绝不能生存。因为他做了这些丑事，必定要死，他的血债必由自己负责。以色列人啊，我要照每人的行为裁判你们。天主上主说：你们应回头改过，离开一切的罪恶，免得你们的罪毁灭你们，抛弃一切得罪我的恶行吧。
你们应改换一颗新的心和新的精神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为什么偏要死呢？我不喜欢任何人丧亡。天主上主说，你们回头改过吧，你们就会生存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。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。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在我五内注入坚强的精神。求你不要驱逐我，疏远我，不要从我身上剥夺你的圣神。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。求你再赐我得救的喜乐，以慷慨的精神扶持我。我要引导恶人走上你的道路，罪人也要归依你。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。因为你并不喜欢祭献，我献全燔祭，你也不会悦纳。天主，我的祭献就是痛悔的精神，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。哈利路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。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你应受赞美，因为你把天国的奥秘启示给小孩子。赞美天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，求他给他们俯首祈祷。门徒却责斥他们。耶稣说：“让小孩子来吧，不要禁止他们到我跟前来，因为天国正是属于这样的人的。”于是耶稣给他们俯首，然后就离开了那里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听起来，在今天的福音，耶稣提到的就是小孩子的问题。当时的可能犹太人的文化就这样，像小孩子没有什么权利，没有地位。不过，一位圣人，第四世纪的圣人叫圣以勒，圣以勒，他有他自己的解释，我相信也是圣神给他的灵感。圣以勒说，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小孩子代表外邦人，大人就是犹太人，那小孩子就是外邦人。为什么是这样？犹太人他们已经有旧约圣经，当然我们相信按照旧约的记载，天主拣选，首先拣选以色列子民，只有这个民族，然后给他们法律，
启示等等领导他们，所以他们的纪念，以色列子民的信仰的纪念，是已经很长的时间。那其他的民族就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没有这样的恩宠，他们还没有，耶稣的时代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启示，所以他们还没有长大，信仰方面还是小孩子，开始学习，也是因为耶稣来，也开始接纳外邦人，开始注意外邦人，认为他们也是天主的儿女。所以我想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情况和我们个人的信仰方面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变成小孩子，就是好像变成什么都不懂的外邦人。其实没错啊，我们无论有没有神学的博士学位，我是很了解教会的道理，其实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。特别是我带我们在堂区的牧道班，我会发现还要找一些资料，因为我们的学生问的问题，让我发现啊，我很多事情还不是很了解，还不知道，所以要找答案。我们也可以承认，其实每天也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信仰方面。不是说过去的都完全没有价值，可是其实我们到目前所自己所做的真的不算什么，我们要重新开始，重新聆听天主的话，服从天主，学习跟天主在一起。希望我们会有这样的态度，好像小孩子一样，每天重新发现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很大的爱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愿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主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背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其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
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亲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圣道礼仪礼成，我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耶稣是我亲爱朋友，担当我罪与忧愁，何能全力将能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主恩座前